好大个网 admin.com 一向致力多元化服务，务求令观众更方便快捷收睇重温我哋嘅节目。依家隆重推出 Big Big Air 好大个网手机程式，率先上架嘅系 Android 安卓制式版本。即上 Google Play 或者呢个网页，输入好大个网或者 Big Big Air 免费下载啦，体验一下快捷流畅、简单易用嘅全新感受啦。好大个网 Big Big Air 手机程式，操作界面简洁，功能又多又强劲。无论收睇直播、搜寻或者重温节目、购买金币、查阅账户记录，都简单直接方便。已经拥有好大个网账户嘅观众，一如以往可选择 Facebook 账户或者以有效电邮地址登入。有效是只能够正常收发信件的电邮地址。冇 Facebook 账户又未曾登入过好大个网的观众，可使用电邮地址建立账户。但要注意，账户开立之后将以电邮地址作为账户的名称，查询账户的金币购买以及使用记录，先按选单目录，然后选择账户，再按购买记录、购买金币的交易记录、金币余数以及使用记录等资讯都一目了然。要购买金币，先按选单目录，然后选择账户，再按购买，就可以增加金币数量。你可以选择经 PayPal 账户，直接以信用卡或者 Google Play 付费。假如你的 Google Play 账户已经增值，可直接扣除金额。我哋悉心为观众设计的版面，能够令你即时投入好大个网的世界。首页就是每晚直播画面，一开程式就能够收睇到精彩节目，按热门和最新就能够轻易找到最受欢迎以及最新上架的节目。我们还诚意推出全新的强劲搜寻功能，以往精彩内容一搜即有，必定令粉丝们爱不释手。例如输入关键字红衣，即刻搜到红衣女鬼、红衣母子、红衣小女孩等等相关话题内容。以后一 app 在手，所有好大个网的节目都尽在掌握之中。我们每段重温节目均设有三分钟试睇版，睇啱即可使用金币购买下载，永久珍藏，随时重温。下载每段节目会扣除45个金币，需要你确定才会扣除的，咁就唔怕买错啦。扣除金币之后，节目画面右下角会出现下载字样，一按即时下载。程式亦已经为你预设名为 Big Big Air 的文件夹，帮你储存心头好。观众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数据容量以及随身设备的储存容量，建议下载了相当节目之后传送到其他硬盘再看，永久收藏。全新的好大个网 Big Big Air 手机程式为你带来前所未有的乐趣，以后就可以真正随身带着好大个网去到边看到边。即刻下载安装，亲身体验下啦。好啦，中古物件の下見に訪れた夫婦。 OK， 嗱呢度唔系住啊，因为系后边一路先至系嘅，系啦。嗱，而家见到啦。最初咧，佢仲见到有阳光嘅入去嘅时候啊。嗯。好啦，咁啊影翻啲环境啦。喂 ，Actual 啊，系。你见到边个位置系有女鬼嘅？当初你同我哋拍嘢嘅时候。佢话一去到佢喺二楼望落嚟咯，二楼啊，有个灵体喺二楼望嚟，系啊 ，Hedro 即系同呢个师傅一样，我即系佢又话上面喺二楼个有个女灵体望翻落嚟，即系你望到嘅系一样，都系女灵体嚟嘅，同埋不过一阵间 Evan 应该都会俾你哋睇嗰张相，系啦，咁系直头影到嗰位女灵体嘅。我哋当时即系拍完期嘅时候咧 ，Hedro 都话已经影到。咁我當然我睇唔到啦。喂，其實都係喺二樓嗰、那個窗台嘅位置喎，好似係咪都係話？係啊，係啊。嚇、啊，咁一路都冇走過。如果咁樣，我就真係唔係咁肯定。但係佢哋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另外嗰啲都係相似嘅。咁跟住到佢哋、即日本嗰邊，佢哋拍完之後再翻睇，又話又見到嘢咧。嗰、那個位咧，就係、是。你見到我同埋導演嗰啲企嗰個位嚟嘅，咁我哋就印象係非常深刻嘅。喂，佢而家有一樣有得意喎，想問下你啦。佢哋用啲人形公仔啊，做咗個結界，係咩嚟嘅？點解係又包住曬啲嘢咁樣做乜嘢咧？知唔知啊 ？Actual，
佢哋話係攞嚟做替身㗎，即係如果譬如誒佢哋想搞佢咧，咁啲公仔會幫佢哋頂咗佢咁樣咯。哦，所以佢哋就擺曬啲人形公仔喺度。係啦，咁同埋佢哋有將自己啲頭髮摺落去個公仔入邊，咁即係等個。点讲啊？即系等啲灵体认为嗰个公仔系佢哋咁样咯。个公仔帮佢受咗啦。如果有啲咩坏嘅事就系啦系啦，即系帮佢哋顶咗佢咁样咯，做替身。哦，即系日本嗰啲灵能者系咁样做嘅，佢哋会系咁样嘅。佢哋相信系需要有替身，即系帮你顶咗佢咁样咯。其实日本有啲护身符咧，都系有写到明系替身嘅护身符，系嘅。我有时间再补充翻。好啊，好啊。OK， 嗱咁啊，見到呢一個男主持咧，就可能啱啱係接任嘅，咁定係戲嚟嘅咧？佢係好驚嘅，我覺得，頂你快啲行入去啦！一個出咗名好驚呢啲嘢嘅藝人嚟嘅，先好睇嘅喎，咁樣可能係咯，啲人中意咁樣啦，但我覺得，喂，快啲啊，快入去啦！做乜鬼啫？咁樣好啦，嗱，當中最重要嘅一幕啊，就話佢哋咧突然間係聽到嗰度門啊！响啊！远处嗰道门响啊，搞到啲机都震晒，大家就叫晒咁样。Actual， 你睇唔睇到嘢？其实嗰阵时候，其实因为我都好惊嘅关系，我系冇睇晒。搞错啊！你冇睇晒啊？哦，你唔想睇，你冇睇，但系冇睇晒里边啲嘢。一大门好多嘅，咁即系佢开门嗰度 bang 一声嗰啲咧，系咁。因为其实我哋去嗰阵咧，其实二楼系真系好犀利嘅，系有啲真系叫做大哥啊、大佬级嗰啲喺度嘅。系啊，你系见到好多。系啊。O K。唔可以话见到啊，你只可以系感觉到咯，同埋佢哋唔系话好似啲普通灵体咁样一个一个分散咁样行动，佢哋系几个聚埋一齐，成为一股好大嘅力量。咁去行动。喂，你觉得呢条片有几真呢？讲真，即系定系特登制造气氛啊？但系呢，点讲呢？因为佢哋有啲讲嘅嘢呢，系我第二次再去活鱼嘅时候系有经历到嘅。系咩？例如呢？即系例如，好有攻击性啦，佢哋。系啊，即系。因为我第二次再去嘅时候咧，系因为我嗰阵时我唔知道，我就觉得佢哋系咁样喺度笃，即系喺度笃我个背脊啊，系咁插我个背脊啊。哦，咁真系好痛。咁但系跟住后屘系知道，其实佢哋系想即系上我身之类咁样。Astro， 即系你话咧高层次嘅灵体咧，即系其实女里边唔单止系嗰当年嗰个女死者嘅灵体啦，已经嗬。唔单止系，因为其实去到嘅时候咧，其实除咗嗰个女仔之外咧，系仲有好多好多嘅灵体嘅。咁我哋去拍期嘅时候咧，Evan， 你记唔记得导演有一位 PA 佢系基督徒？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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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事后我系有问翻佢，即有冇觉得啲乜嘢？咁佢都承认咗系有。佢都 feel 到。系啊，同埋系啊，因为同埋。即那段片咧，后啲嗰个时候咧，佢哋影到咧有一个影喺度行噶，咁就系嗰个位置，就我啦、佢啦、导演啦，连埋部 cam 喺嗰度拍紧嘢，我哋系 feel 到我哋后面系人山人海，系、okay ，即系企晒好多人喺度，好似即系喺度望住我哋，系、啊，即系睇住我哋做紧啲乜嘢咁样咯，嗯。嗱，而家咧就我哋睇翻呢段片之餘咧，我都反而想俾大家睇翻咧 ，actual 幾年前啊，都四年啦，期一嘅時候啦，講緊期啦，咁喺呢一個地方咧影咗張相，不如我再次俾大家再望一望，好嘛？即係既然今日再講翻呢件事，嗱呢張相就 actual 影到翻嚟，亂影啊你，佢亂影咋？你係見到而影啊，定係亂影噶當時？係啊，亂影噶。嚇，好啦，即係。因为通常我去到啲地方，可能都会影下，即系啊，我嚟过啊，咁样啊嘛。你而家睇翻喺个 balcony 嗰度，都仲见到啊？我见到啊，仲系好清楚。有冇唔同咗啊？嗱，你哋啲高龄噶啦，就算睇同一张嘅灵异照片都好啊，
會唔會佢已經唔同咗嘅咧？即係你其實 channel 咗佢而家嗰個嘅境地嘅咧，會唔會咁樣噶？我哋睇翻第一張先，會唔會咁樣咧？我而家我反而咧，即係我以前嚟睇咧，係睇到佢個樣好清楚嘅。而家我係睇唔清楚，同埋但係咧，佢套校服係清楚咗咯。即係佢著住一套校服，有個蝴蝶結咁樣，就反而清楚咗咯。但係佢個樣已經係蒙曬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已經走咗，唔喺嗰度。哦，這個可能係嗰啲仲遺留落嚟嗰個嘅嗰啲點樣講啊？嗰啲。潛意識啊，會唔會咁樣講啊？係或者佢嗰啲念咯，係咯，係啊，但係佢個樣就已經唔清楚，冇以前咁清楚。嗯，頭先咧，我哋睇即係日本呢一次嘅拍攝啦，我覺得唔算話佢哋平時嗰啲誇張手法喎，我覺得都好似真係有嘢發生而佢哋有咁嘅反應喎，俾我感覺，唔知係咪啦？你覺得 Echo 堅唔堅？我覺得都幾真嘅，同埋即係我睇佢哋呢個，即係佢哋有少少似即係成本唔高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係啊。係啦。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可以出古惑嗰個部分亦都比較少咯。你頭先睇到嘅只係恐怖在線部分嘅精華片段嚟嘅啫。想睇曬説話好簡單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:30登入去 admin.com 就睇曬全部嘅節目，係免費噶。咁但係你都可以啦。自己 download 下載幾時睇咪幾時睇啦，咁呢個咧就一個月費啦，聲音嘅$25，睇埋視像嘅就$35，任君選擇嘅。只要登入去 admin.com 揾到個付款方法咧，你就知點樣俾錢噶啦，好簡單，由 PayPal 啦、支付寶啦、銀行入數，甚至乎上嚟我哋太古仁夫7樓俾錢都係可以噶，唔好諗咁多啦，即刻行動！